一对小锦鲤，一对小锦鲤。哎，白，你去打扰人家干嘛？白，你这里好多端的，你好猥琐，你自己不成对，你去拆散人家，白。嗨，大毛，大毛，那天还见面了，白。大毛好怕我，小毛也好怕我。大毛回阿爸去，我去找阿爸了。爸，你家大毛，哎呀哎呀，爸，你家大毛小毛被我吓跑了。孙小宝过来，给你买礼物哦，孙小宝。也迫不及待要戴上了，不是吃的，是在头上的，我看一下。是不是精致的女孩？是不是精致的狗狗女孩先？怎么变成蒙面超人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有搞好，什么？怎么变蒙面的？哇，兔兔女孩哟、哦，好看的哦，哇，超漂亮的兔兔女孩。怎么像个病号一样？真的？怎么人家戴这么精致的女孩，你戴像病号？你看男神在那里看好开心。哎哎哎哎！我都说你戴好了，等一下白白就喜欢你啦。因为你平时不懂打扮自己，知道吗？要打扮，然后他才会喜欢你，保证有效果。不信你看，过两年后白白肯定对你刮目相看，是这样戴的，对吧？这样，对啦。哇，以后你就是要做兔子，你的代号是兔子，懂没有？来，兔子，包来，开始拍证件照啦，证件照喽，很漂亮的，给你戴个头饰是吧？对，这样乖一点，看镜头。这样显得你脸型特别好看，就像化了妆一样的包，真的，这眼睛哇，好大的眼睛啊！哎，怎么倒了？变成蒙面超市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样子，哇，头皮特别紧，显脸长。你要扎双马尾，我跟你说，这样双马尾超美的。对，倒了。